屏东科技大学的一号参赛者。那今天要带来的是 Wherever You Go。那虽然他的歌词是英文，他虽然他的那个曲名是英文，但是他的那个算是一首台语歌。那是在写说，就是两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男生很感谢有女方的陪伴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